好大只，好吓人啊，好恶心。他鞋怎么是蓝色的？带这种东西到学校里来？不，不要动，别碰它，太恶心了。怎么蓝色的鞋？对啊。别怕别怕，班长已经去叫老师了。老师能管吗？应该会吧。你干嘛带这种东西到学校里来？对啊，太恶心了。干什么都？那个芷青，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一天出来会惹事，你还会干什么？真不让人省心一天。老师，哎，啊，芷青爸爸了。那个关于芷青那个特长的选择问题啊，我还想跟你聊一聊。哎，我们学校呢，好歹也是当地的一所重点高中，所以我建议啊，让芷青正常的参加高考，毕竟学画画将来是很难有出路的。对，老师说的也有道理。哎，那个，这样你回去好好劝劝他，好吧？嗯，我回去好好跟他说一说，哎，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哎，那太麻烦老师了。哎，不客气。哎，那我先。好点了吗？蜘蛛的事儿，你也别太在意了。我先走了。
哎，志清啊，怎么这么晚了还在画？下半年的学费别忘了交啊。有什么难处记得和老师说。走的时候别忘了把灯关上啊。哎，媒体，你们稍微坐一下。好。你是会疼吗？不疼吧，我问过好多人了，等我上大学也要纹一个，我图案都选好了，你看这个。怎么样，你看这个，我好喜欢这个粉色的，特别好看。我明天我这蛛纹在身上。你想好了吗？嗯，没太想好，但是如果我要纹的话，我想把它纹在我的左臂上。那你可千万别喊疼。行啊，叔叔好，吃饭了吗？谢谢叔叔，我吃过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嗯，爸，那我们走了。画画画画，拜拜。
青，我有个东西要给你。怎么样，喜欢吗？直播放下吃饭吧。又去哪里玩去了？这几天我给你看了好几所学校，等会吃完饭，看一下这个。地球号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原地踏步，走，停。
How bad's the weather in your head? Wishing you could stay with me instead. You swear to God it's rain, but salt water is rolling down your neck. How bad's the weather in your head? You say the building's burning down, but I see no smoke down from the ground. You swear to God the stairs are melting, but I see they're safe and sound. You say the building's burning down. There's not a dollar I wouldn't pay.